不会妈妈也来了吧？嗨，你妈怎么会去钓鱼呢？哎，怕晒，怕晒。哦、哎，你们这是要去？哦，不是，姚总一直帮我们嘛，我就想着这次陪姚总，去钓个鱼，感谢下他。你们也去钓鱼啊？啊，那太好了。哎，姚总收留我们全家，我早就想对他表示表示了。要不这样，今天我们一家三口陪你钓鱼，好不好？爸爸啊，不用这么认真。没事，要的来，一定要的来，放后备箱。哎，好了。啊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我来开车，我来开车，看钥匙给我。姚总啊，你这个车好，到底是新车，开起来什么毛病都没有，可以放心大胆的开。哎呀，不像公司那个车老了，大修了两回，我现在每天开出去提心吊胆，就怕半道熄火。爸，啊，爸，专注开车。哦。哎，姚总，你也喜欢钓鱼啊？那你下回要钓鱼的话，你找我，周末我陪你一块钓鱼，我也喜欢钓鱼。嗯、好。志明哥，你钓鱼是不是很厉害呀？哎，那一会儿我们切磋一下，看谁钓的。干嘛？啊，姐，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少啊？关你啥事儿？麦叔，要不您帮我问一下，他这附近有没有卖剪刀的？我是忘带了。剪刀？嗯，我带了。来，给你。啊，谢谢啊。蚊虫太多了吧？蚊子多，是吧？麦叔，你帮我看一下我那个车后座有那个防蚊液，你帮我拿一下呗。后座还是后备箱啊？啊，后备箱，后备箱。好嘞，哎，爸，你别去了，我这有，我这，哎，这，你看，程导想的真周到啊！哎呀，这拍子真好啊！时间差不多了吧？你要不然把那个炉子炭先生一下。现在就生火啊？你饿了？饿了。行，我去生火。来，小总，过来一块帮忙。哎，爸爸，我一条还没钓到呢。你呀，小总，我看你这个鱼应该一时半会儿钓不上来了，你去帮爸爸生炭吧。姐，我还一条没钓到呢，我今天必须钓到。志明哥会帮你钓的。志明哥钓的是志明哥钓的。我钓的是我钓的，你去吧。哎，我不去。去吧。哎呀，我真不去。我觉得你真的得去了。啊，对，我得去了，反正钓不到。哎，爸，我来帮你。啊。不是你约我出来钓鱼的吗？你这个钓鱼攻略不太行啊。
心无旁骛才能钓上大鱼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心无旁骛啊？哎，我特别好奇啊，你们男的为什么这么喜欢钓鱼啊？一坐坐一下午，难道不无聊吗？不无聊，怎么会无聊呢？钓鱼好处多了呢。哎，首先是修身养性，培养你的耐心。哎，另外就是你看，爸爸，呼吸新鲜空气。爸爸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火灭了啊！呼吸新鲜空气，哎，对身体有利。最好的一点是什么？增加蛋白质，钓上来的鱼可以烤了吃啊！那你看这个是。你这个是钓不到大鱼的。哦，我给你露一手吧。失误，这个不算。绝对有这一次。今天风有点大。没想到吧，现在才真正的开始。哎，我这好像钓到了，这是不是钓到了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是。啊哎，力气有点大，往上抬，左，右，往上，右。鱼呢？烤鱼好了啊！哎呦，来啦！嘿嘿，小心烫，爸爸。哇哇，快吃，麦叔。来，对，哎，姚总啊，陪我喝一口。爸爸，他不能喝，酒量不行，喝完就倒。没事儿。上海人喝酒不劝酒，能喝就喝，不能喝随意。麦叔，我陪你喝一杯。来，姚总，我是特别羡慕你们这些没结婚的年轻人，没有老婆在耳边唠叨的时候，那真是省心过的人。那么好的烧烤，那么好的周末，可惜你妈没来。爸爸，你刚说完没有老婆的日子跟神仙一样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要的那个自由的时间，只要那么一小会儿就够了。我主要是想说啊，咱们这个家最辛苦的就是你妈。这个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每一样都少不了吧？是不是？最近呢，家里碰到了一些事儿，她压力大。心情也不好啊，我不是逼你们要回家啊，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忙完了就该回家陪你妈吃顿饭，看看她，明白了吧？我知道的，放心吧，爸爸。好，这就对了。来，周末的
一个人都不回家。只有你们还陪着我。我们是不是也饿了？那吃饱了。小总啊，这欢欢的脾气啊跟他妈一个样。哎呀我现在就盼着他早点回家了。麦叔啊，让他们缓缓，给他们点时间，他们现在就缺一个台阶。回来了。对，就缺个台阶。回来了啊。呀，你们今天一起去钓鱼的啊？哎，钓到了吧？鱼呢？烤着吃了。本来天啊，你喝酒了啊？他该是喝酒，你不要命了？阿姨，我们找了代驾，非常安全啊，安全。嗯，你有戏了！你开车怎么好看？日喝酒了，你不光是违法的，你万一把他弄出事儿了，他不高兴了，他就要跟欢欢作对，跟欢欢作对，欢欢不高兴了，欢欢就更不回家了，弄高兴了，对吧？欢欢马上就要回来了。我陪姚总说。哎，你干嘛？猝死的有，得把他叫醒了。不要还干不干好吗？哎，要不直接去撞门呢？你力气大。我不撞，不撞。你不撞是吧？你不撞我撞。1、2、3，哎呦！哎呦，你这是孩子，你醒着呀？那你怎么不回答一声呢？我们担心你呀。哎呦，我们以为你睡过去醒，不过过过。好嘞，阿玉，不要紧。阿姨，昨晚我没睡好，我想再睡一会儿。哎呀，那吃了饭再睡。阿姨给你煲了粥了，你下来吃一点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再睡一会儿。早饭要吃的，不吃胃要弄坏的，快下来吃一点，不然我给你拿上来。啊？我马上下去。快下来吃，快点啊！老麦，鱼。我来。哎呦，好。姚总起来了，哎，我给你盛粥啊。哎，好嘞。阿姨，晚上我不回来吃了，不用做那么丰盛。哎呦，你自我感觉好嘞，我这是坐着等着欢欢来吃。姚总啊，每天都做一大桌，说女儿要回家吃饭。哎呀，我跟她说了多少次了，等欢欢回家了你再做也不迟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呀，那她忙完总会回来的，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？那也许今天就回来了呢。你也许今天不回来呢，也许明天忙，明天也不回来了，也许最近都不回来了呢。哎，我是他妈，她是我女儿，我叫她回来，我一句话她敢不回来呢？那我不信，打个赌。打赌就打赌，你说怎么打？又带你去接陈欢。见就见，什么了不起的？谁怕谁呀？姚总，哎，吃早饭。好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老麦，你开得快一点嘛！不到心安理，等一下饭菜都凉了。阿姨，别着急，
还有不到半小时就到了。啊。哎，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从来没有不惦记儿女的父母，只会有不惦记父母的儿女啊，说得多好，是吧，小瑶？小瑶，嗯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啊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微信不回呀，不接电话呀，敲门他不开呀，等等等等，这种，对吧？这是毛病，不礼貌要改的。是是是，我改我改我改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倚老卖老，我是经验，我想这样告诉你们年轻人，对你们有帮助的。嗯，哎呀，其实我这个人呢，爸爸知道的啊，我毛病也不少，平时呢比较爱面子的，可是我遇到大事情呢，往往会昏了头，还经常好心办坏事儿，所以我们花花现在肯定是烦我了，不想理我了。不会，他肯定是现在一句话都不想跟我说。阿姨，他不会的。不会不会，你又不了解陈欢了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还能不了解她呀？哎呀，怎么一下子头那么疼啊？哎呦，老麦，哪里方便你停下，我到药店去买药。哎呦，我头疼，我想下车，到附近的药店去买头疼药。哎，巧了，阿姨。我刚好有治头疼的药。哦，我不能吃别人的药，我有自己习惯吃的。你就是不敢去啊。姚总啊，这你就不了解阿姨了。她这个人啊，做什么事都是说一不二，讲好了去看女儿，她今天肯定会去。是吗？你说什么的？什么我不敢去？我是这种人吗？行，我头疼，我头疼能克服，去，去。好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麦叔，一会儿送完我，一定要把阿姨送到目的地啊。你放心，那我走了啊。我觉得现在这版还得再修改一下。我们虽然是老上海风格，但是老上海风格也可以兼顾时髦嘛。现在这一版有点，而且现在我们接亲的宣传已经做出去了，这一栋楼都用作接亲，我们必须再细致一些。现在就是把品牌给打出去，所以这一版我过不了。你再辛苦，回去看看。好的，麦总，这就去调整。辛苦了。崔叔啊，陈欢啊，哎，崔叔，周末的婚礼啊，效果好极了。现在上海的一些婚庆公司啊，都找上门来摸门路了。哦，这两天我还接到了不少小青年来的咨询电话。这样，崔叔，你最近安排一下所有的接待，我自己亲自去。啊，好的。啊，这是你让新叔给你留的蝴蝶酥。谢谢崔叔，这么热门的产品，我自己排队啊，肯定买不到，当然得使用特权了。你要见外了，是要送人吧？对，送人。那我忙去了。哎，去忙吧。哎，要不算了，别去了。想着万一欢欢他不喜欢，讨厌的。来都来了，去吧，一会儿就到了。老妈，我今天不行，我今天打算回家去看看我妈妈。改天吧，啊。嗯。好。Hello， Hello， 美女。您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们加个微信呗，认识一下。先生，您喝多了是吧？这样，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叫个车，给先生叫辆车。啊，你也是这儿的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这儿的酒是真到位。
所以这服务人员啊，这服务得跟得上啊。走，我请你再喝两杯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不，来，帮你叫个车，帮你叫个车，帮你叫个车，这边请。你叫什么车？帮你叫个车。我用得着你叫车吗？我今天点了很多酒请客，怎么的？我叫美女陪陪我。啊，您喝多了啊！再喝两杯行不行？先生，走，美女。先生，您喝多了，不得。先生，你这边有监控，请您自重一下，好吗？没事的。哎，对对，扶一下先生。我保护你，我跟你说，我能保护你的。您先把手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这样，我投诉你们了啊！您先把手放开。我投诉你们，我跟你哎，行了，你变大气哥。没有，先生，没事。我跟你说，先生，您先放下。喝两杯，你放开，放开。臭流氓！这谁呀、啊？你敢欺负老娘的女儿？你昏迷了？你我哎，阿月，什么阿月？阿月，你不是疯了吗？谢谢啊，不是说把事情说清楚了就能走的吗？妈妈，把你知道的事情如实跟警察说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别怕，我陪着你。阿姨，交代一下情况。哦，同志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去宾馆看我的女儿，我就看到一个醉烘烘的男的。对他拉拉扯扯的，对他，我，所以你就打了他？哎呀，这种时候，对吧？不可能，我肯定得上手啊！妈妈，从监控上看，您是拿着东西打的他，您交代一下，拿的什么东西？啊，我用的是这个，我一着急我就……哎，妈妈，穿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记得吗？这双鞋是你去年给妈妈买的。那为什么不找警察呢？为什么不报警啊？哎呀，来不及呀！我现在说的慢，当时快呀，对吧？我有人欺负我女儿，我女儿是信阳里的老板，她要风度，不好动手，那我肯定得出手啊！哎，等你们来，她受伤了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阿姨，你冷静一下啊！等伤者的验伤报告出来之后。就知道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了。刑事案件，刑事案件不是犯罪吗？我要坐牢啊。可是当时是他们先欺负你的呀。没事的，妈妈，没事啊。妈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慢说。姚总来了。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事儿啊？别担心，是他们有错在先，我来处理。你去那边坐会儿，我去做个笔录。哎，好嘞。就是这个人。哎，那个老太婆的，你看他把我打的啊，屋子破了就是淤青了，我要告他。你好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什么借一步说话？请来。不是你谁啊？啊？干什么？哎，警官，那个是这样，你看啊，我这伤呢也不太严重，哎，就没什么大事了。其实我们原本就是一场误会，我觉得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吧，啊，那不行，啊，医药费我们还是得出，
啊，没事没事，这都是小钱儿。那就互相确认一下口供。哎，来吧，你也来啊。好。哎。妈妈，我先去一下。哦。来，坐啊。哎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叔叔阿姨，听说阿姨用拖鞋飞了个人。啊，不是皮鞋。反正是只鞋嘛。没想到阿姨还是位练家子，佩服佩服。什么叫练家子？我也不懂。我们姚总想的比较周到，提前叫我去买了双鞋带过来，怕您没有鞋回家。哦，我鞋啊，鞋在。可能是我们姚总以为您用鞋飞人，把鞋飞丢了，就叫我去买了双鞋过来。哎，没飞，那谢谢啊。不客气。爸妈，没事了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哦，这样。刚刚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先送叔阿姨他们走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我去开车啊。你这以后得小心点了。为什么？中国功夫啊，这基因里面都会遗传的。烦不烦？你说你忙前忙后付出这么多，人家成婚接不接受你这心意都不知道。无所谓，事事讲究回报，那是职场。欢欢，对不起啊。妈妈又给你惹事了啊！妈妈，我们回家吧。我说，我们回家吧。我跟小枣一起，我们回家。下次给刘阿姨，记得买一双带铆钉的鞋。要不说你是老板吗？手腕都肿了，哪是肿啊？我最近胖了，你非得要贴，贴就贴呗。我跟你说。幸好那小子跑得快，不然我打的他哦。怎么了？满地找牙。就哪儿疼啊？啊，慢点儿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饿了吧？妈妈给你收拾的去啊。我不饿。那肯定饿了。哦，哎，你看、哦、你看，让你别动，非要动，腰又疼了吧？快坐下坐下。哎，腰没事，我等一下活动两下就好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妈是跳广场舞 C 位大妈。是，我妈天下第一。哦，我给你换床单去，时间长了都是灰。妈妈，嗯，老老实实坐下，好好休息下，行不行？不要再动了。嗯。哎呀，欢欢。嗯。妈妈今天看到你这样子，其实。心里头挺难受的。哎呀，做生意真不容易。你看人家都这么欺负你了，你还要耐耐性子的客客气气的对他。哎呀，我要是不去，怎么能知道你受这么大的委屈？以后得找个力气大的当老公，找个会武术的。但力气大，没有志同道合也不行，但志同道合的话，稀骨狼当的长得没力气的也不行。妈妈，今天一天你也累了，赶紧休息吧。我看你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明天我们再说。哦，那好，那你
赶紧去洗洗睡啊。知道了，你也是。火花，你不会走吧？我答应你回来了，既然回来了，我就不会走了。早点休息啊。嗯，你要饿了厨房里有吃的啊。知道了。阿姨，阿姨，我还没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你干嘛啪一鞋跟就上去了，打到这儿当时就肿起来了，完了那个人连滚带爬在花园里面跑，我们在后面追。我要是在，我也跟着上去一鞋跟。你凑什么热闹？你上去干嘛？当第二个刘婉玉啊？刚完睡了吗？这眼皮子呀都已经睁不开了，还想跟我聊呢。老花，你那个房间啊就在我们对面。你没在家的时候，你妈每过两天就给你打扫一下，你进去看看，要还差什么跟我说啊。知道了，爸爸。我妈妈估计你受到惊吓了，你赶紧上去陪陪她吧。其实你妈也是个纸老虎，哎，到了派出所就紧张了。那还不是你宠的她。爸，这段时间我没回家，您辛苦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跟我客气起来了。行，那我上去看看他啊，你们慢慢聊。好的，干爸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累半天了，喝点东西吧。哎呀，我的呢？啊，就剩最后一个了。那你喝，我才不要呢，我弟弟给你的，你喝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你也回宿舍收拾收拾东西，跟我一起回家住吧。我啊，那个也不早了，我就得先回去了啊。你们姐俩慢慢聊啊，合家团圆嘛哈，我就不凑热闹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别，我自己回去，拜拜。我去吧，姐。那你好好送送毛毛啊。你怕什么？什么助理啊？我妈这回啊估计是受到点惊吓，我和我姐先搬回家住一段时间，所以最近下班之后可能不能总要陪着你。你还总要来陪我干嘛？赖上我了？你姐现在这么忙，你多回家陪陪你妈不是应该的吗？咱俩以后有的是时间。那好吧，是我想多了，我还以为你会有意见的。但是你回了家，你姐要问起我俩的关系，你打算怎么说？直说。直说。我比你大这么多岁，跟你姐又是闺蜜关系，现在还离异带了个娃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得缓一缓啊。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把干妈这门炮给点了。毛毛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，那我还年纪小，工作不稳定呢，那你会觉得我拿不出手，见不得人啊？你就是太拿得出手了呀，你拿出来会放光芒，把别人眼睛都给刺瞎了的那种，再被别人抢了怎么办？真的？假的呀？走啊！逗你玩的，走吧。
睡吧，睡觉了啊。我得去看看他。你去干嘛？我怕他那个枕头不舒服。哎呀，那个枕头不是老房子拿过来的吗？以前一直睡的这枕头有什么不舒服的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。万一他有哪里什么不习惯，哎呀，他不习惯，他就再回去了怎么办？哎呀，阿姨，你听我讲。女儿这次是真的回来了，她不会再走了，你放心。你要看她，你明天早上早点起来，你再去看她吧，啊！别胡思乱想了啊，睡了啊，嗯。进来吧。回家第一天是不是要庆祝一下？谢啦。话说，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那男的劝退的？我找到那个男的单位和他老婆的电话。我就告诉他，如果他不和解，我就告他性骚扰老太太。这招也就你能想得出来。解决这种事情啊，老婆比任何人效率都高。你可真行，挺会的。陈欢。嗯。我想给你道个歉。道歉？为什么？其实阿姨会去兴安里，是我拱的火。你要说是这件事儿呢，我还要谢谢你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发现我妈妈比我想象中的更需要我。所以我要谢谢你，又欠了你一次。你回来就更热闹了，挺好的。你不觉得吵吗？觉得，但相比于我以前的生活来说，我反倒觉得挺有意思的。而且以前我欠你也挺多的，你欠我一次，我欠你一次，不就分不开了？
请问您是张子玉小姐的监护人姚志敏先生吗？是，是我。什么事？张子玉小姐遇到了一个谎称丢了钱包向她借钱的诈骗惯犯，钱她现在已经追回来了。现在的情况是，竟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！是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没事吧？我怎么听到警察局监护人？好啊，回来我给你解释。哦，那你注意安全。放心。微光轻轻落向时间的涟漪，某颗温暖瞬间在心底亮起，某个慢慢靠近身边的声音，别将从前那些忧伤都治愈。 Good night, good night, good night, good night, you like me. Don't cry, don't cry, don't cry, don't cry. 你欠我一次，我欠你一次，不就分不开了。请相信自己。